OK，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7月18号星期六，OK。今天我要讲关于这个股票投资的那个风险管理还有那个陷阱嘛，OK。这个 PDF 你们都会有啦，所以我会你们会去你们可以 refer to 你们的 PDF，我那边有写那些那些资料在里面哈，OK，但是我会讲一些可能是没有在 PDF 里面的东西啦，OK，我们先谈那个心态啊，因为我们炒股票，我们的心态要非常很好啊，我们不可以说被一些东西左右，啊，我们要好像心如止水这样子啊，我们炒股票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因为某个原因，好像暴跌我们就吓到这样子，啊。还是这样，还是别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先谈到心态哦，因为心态上错了就待在股市不长久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啊，突然间炒股票一下子然后不进去，突然间他们就是输到很够力了，他们就退出股市了。我们有一些朋友这样子的哦，所以他们都是那种退出股市都是巨亏啊，巨亏到很够力啊。所以我先讲一个例子了哈。之前有一个股叫 Palo 的股啊，Palo 啊，Palo 的股，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图啊，Palo 的图啊，OK，这是 Palo 图哈，OK，这是 Palo 图。你们看那个 TradingView 对不对？所以这个图呢，就说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一间 travel agency 来的。OK，它在去年的时候被道致收购啊，reverse takeover。然后这个股啊，它是被一个 travel agency take over 的。这个公司呢，它之前也是我一个朋友买到一个高价，我也是有买，但是我砍了。OK。我们买在13分半14分左右，就这边啊，这边那个箭头那边，OK，我买那边，然后到因为我们是抄底的，我们并不是追高啊，我们是抄底啊，它跌下来的时候我们来抄底，可是呢那个也不是底哎，OK 那个不是底哎，所以我看不对劲我就干掉在12分半了哦，所以我是亏差不多4-5千啊，4-5千。大概是亏了4-5千块，我买13分半，14分，我干12分半，我大概亏4-5千块哈。但是我的朋友没有干啊，他跌下来还有讲嘛，跌下来有讲嘛，OK，所以他就买了很多票，然后结果他跌到剩3分了这边，OK，现在反弹到9分了，OK，所以这说明一个情况啊，如果那个股它跌下来这样子啊，干掉它。越早干掉它越好啊，越早干掉它越好，要不然呢你就越亏越多，越亏越多。OK，我朋友到那时候他亏60千，让他干掉的时候，他亏60千。所以这个股呢是一个，这股市其实是被 manipulate 啊，这股啊，我们不要玩这种股啊，很容易被 manipulate 啊。OK，我们先讲一下现在的例子了哈。OK。所以我们不可以有那种复仇心态啊，好像那个 Palo 这个股啊，它从上面跌下来，所以我亏了3-4千哦，4-5千哦，对不对？可是我不可以有复仇心态，就是说我未必要从这个股赚回我亏的钱哈，好像我亏了4-5千在那个 Palo，我未必要从这个股赚回那个钱啊，我可以从别的股赚回啊，我可以从别的股赚回这个钱。就好像这个星期我赚那个Supermax 的 Put Warren，还有那个 Super 哈 Dom Dom 的 Put Warren，所以我虽然之前也是有亏了一个5位数那个 FA 啊，但是我是从 AD 赚回啊，然后再从这个Supermax 的 Put Warren 还有那个 Dom Dom 的 Put Warren 赚回那个钱哦，OK，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你亏这个股你就要一定要从这个股赚回你要报仇，不可以这样子的哈。也不要一直 average down 哦，其实 average down 是不对的，除非你的股市 fundamental 很 strong 的股啊，你可以这样子玩。如果 fundamental 很差的股啊，你是不可以 average down 哦。
OK， 所以如果股价下跌的话，你 average 到就越补越大了那个亏损。OK， 所以你们心里要想着，宁愿不赚钱也不要亏钱啊，尽量不要亏钱哦。尽量如果是真的不对劲，你 break even 跑哦，你不要亏哦。所以这个拜五啊，昨天我两个 trade 都是 break even 的，我买那个 GE Ocean 14分，还有那个 Presbyterian 买44分，两个都是 break even， 同样价钱卖啊，我不要亏钱啊。但是我拜五的时候，我下午没有看股市啊，结果 miss 掉那些很多那种仙股乱跳的股啊。那拜五的时候很多那种股，我先讲一下之前一个很久很久的历史哦，这是2011年啊。如果你们开始投资年龄比较久的话，你们会知道这个公司叫 Transmall 啊。Transmall 是一个做那种飞机 parts 的公司啊，卖那个飞机 parts 啊，飞机的那个布的那个 parts 的公司。他那时候呢，从20块跌到剩7块啊。然后7块钱的时候被 delisted， 然后为什么他被 delisted 呢？因为他欠债主钱不还啊，他欠债主钱不还，然后这两个莱德途中这两个莱德被判入监牢了哦。OK，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未必说你的公司要大，一定是低价股才会被除牌啊，不一定啊，你可以是7块钱的股也是照样被除牌啊。OK。我看另外一个例子啊，今年那个例子啊，这个公司你应该听过，北塞。北塞是一个做那种石油的那个 servicing 的公司，那种做摆冰啊或者装油台之类的东西，或者油船这样子的公司。但是呢，他这公司呢，他的生意越来越差，他的债务也是越来越高啊。因为债务啊，他的债务是用美金来算的，他是借美金啊，所以他债主一追上门的时候，他来不及，他还不到那个利息啊，连利息都还不到啊，所以他这个公司呢，他是比较运气比较差一点的哈，因为他没有做到 right issue 他就倒了，他曾经有 propose 过做那个 right issue， 在早接近五分的时候啊，五分啊不是半分啊，五分的时候他就 propose right issue， 可是他的 right issue fail 啊，应该是没有人要去 subscribe 什么。我不太清楚啊，这个你要去看回当时那个情况。总之，他那个 right issue 没有成功啊，就倒了。OK， 没有成功倒了，然后过后那个公司也被除牌了。所以你们要知道，那种那些进入 BNSM 的公司啊，或者被除牌的公司，多数都是债务很高的公司啊。因为你债务你亏钱不紧，可是你债务很高啊。债主追上门的时候，你还不到钱的时候，你会中 lawsuit， 或者你会被 query 这样子，啊，这样子那个不是好像那个最近那个London Biscuits 哈，伦敦饼干就这样子被delisted了，今年的哈，然后他那个London Biscuits 也是欠了很多钱啊，整5亿啊。五亿马币啊，一个卖饼干的可以欠到这么多钱啊。OK，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投资的股，我们要小心查看他的公司的账务，那种债务太过高的公司啊，我们要很小心。债务太过高的公司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他随时随地哦都会给债主追上门的。我们尽量避免这样的公司哦。如果你要 trading 的话 ，OK 啦，你今天买今天卖 OK 那种。哦，但是你要投资的话啊。你投资在这种公司，你要很小心，因为他一旦债主追上门的时候，他就中边闪金之类的东西了。OK， 我们讲一下羊群效应啊，因为羊群效应就是说，跟风啊，很多散户喜欢跟风。OK， 所以如果那些散户啊，他们其实是听到一些风声说哦，这个股会上，这个股会上，一些 deep sea 这样子，其实很多是假的，很多假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些之类的那些新闻哦，有些他们就是写一个 article， 然后他 article 他们那个 website， 那 website 有问题的，好像是那种 blogger 写这样子的那种 website， 所以他们都是散播一些假的那些资讯啊，去骗散户去买的哈，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那种庄家收购便宜票了过后，
它会散播这种 Bitcoin 啊，偏散户去买啊。所以我们多数都，如果是这样子，你有买到这种股的话，你上了就要丢好，你不可以说你一直 hold 啊，结果到最后会垮下来。所以我先讲一下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赚钱的一个例子啊 ，Connect 啊，你们知道 Connect 吗？应该大多数你们都有赚到 Connect 的钱啊。OK，Connect 这个股 ，Connect 这个股我要讲解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现在给你们看那个trading view 一下啊。Trading view，OK，、okay? 所以你们看到 Trading view 吗？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个 Connect 这个股啊。OK， 所以这个 Connect 这个股呢，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公司呢，它在去年的时候呢，去年12月的时候呢，它已经是被跟那个 SPY 谈着收购的东西哦，然后他要谈着那个 reverse takeover， 可是那时候呢，他还没有谈成，就已经 lock down 了那个 MCU lock down， OK， 过后呢，这个东西呢就 pending 了，然后可是到了五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又再活跃回去啊，又再重启那个谈判，但是呢，这公司呢其实是有面对了一些谈判上的阻碍啦。OK， 我为什么突然间暴跌是因为这样子哦。我先讲一下之前上市因为什么？之前上市因为就是其实是真的啦，其实是真的，因为当时候那个 SPY 真的是要跟他谈那个收购，要收购他的公司来倒置收购来上市，但是呢那时候还没有谈成哦，就是还没有签任何合约哦。然后过后这股价就飙上来，从10多分飙是30多分啊，所以是翻了一倍的好，所以有一些学生他们就赚了五位数啊，这个股 OK， 他们赚了五位数，就他们跟我一起管问那个管那 PA 好，我买那个 PA 管问，然后过后上了一万这样子一赚就赚几万这样赚了。可是这公司为什么最近暴跌呢？其实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假消息，只是它有了变化啊，这个公司它发生了一些变故啊。因为那个 Connect 这个公司呢，它要求一个比较高的收购价，一个很高的收购价啊，一个很高的收购价，然后 SPY 那边好像觉得它卖好像太觉得太贵了那个价钱，所以他们就找另外的别的公司来合作这样子哈。所以他就好像不要收购啊这样子，啊，他就好像不要收购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 takeover， 可以这样讲，啊，一个失败的，因为如果好像我要 takeover 一些公司，可是他却以高价来调高来卖，然后这样子，就用这样子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好像子。啊，那你要收购一些公司啊，你是老板，你又调过来卖，你又不要跟他签合同这样子，啊，又放一个很高的价钱，这样子失败是比较可能的啊。所以Connect会被上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啊，因为那个庄家彻底啊。所以如果你说上了就是带你个礼包啊， OK， 如果你说上了他有可能就是只是带你个礼包啊，他并不是因为有好消息而上啊，他是因为带你个礼包。所以如果你们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用看了，我本来我早就卖掉了，我一直叫你们卖，你们记得吗？之前我一直叫你们卖这可能在20多分我早丢了，说你记得吗？啊，那时候好像有一个谁啊，最后几批那几个 ，Elvin 是吗 ？Elvin 好像最后丢28分了，然后还有是那个谁啊？哎呦，忘记了，还有一个谁忘记了？最近拿到的。所以这个狗呢，其实是我们赚够了就跑了哈，这样子，不要再一直 hold 住哈，啊，赚够了就跑了，不要太过，
不要太过在意那个过后发生性。所以 Lucas 你丢了，你早早就丢了，对不对？所以你赚了就跑了这个股啊，不可以一直 hold 住它的，因为你是 hold 在高价啊，所以有可能就会暴跌下来。所以就是因为它出了那个消息有暴跌了啊。OK， 我们现在看我的 PDF screen 一下啊。OK， 所以羊群效应我们都要我们避免那羊群效应哈。所以我讲一下另外一个羊群效应，就是拜五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发现拜五的时候很多仙股乱跳吗？哎，其实那个只是一个炒风哎。这个情况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是因为 trader 啊，那个 trader 炒了，其实是那个投行的 trader 炒了。OK。他们就是好像一个仙股上，他们就炒另外一个仙股，他们这种是 trader 炒的，哦，就是玩这帮美单这样子吧。所以那些 XOX 啊那些啊，全部都是 trader 他们推上来清货。他其实他的好消息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啊 ，OK， 他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个。所以 XOX 呢，其实你们最好不要碰啊那个 XOX， 因为我已经叫那个。我就叫一个 Dr. D 叫丢票啊，我叫一个 Dr. D shareholder 我叫丢票，你看我没骗你啊，他真的丢啊，他还没丢完啊，还没丢完啊哈。OK， 所以 SOS 呢，我的朋友在丢这的哈，他丢这一部分吧啊，一小部分吧啊，他并没有丢完，所以这个。Mcom LB 不要买啊，因为它会 Mcom LB 啊 ，Mcom LB 其实啊，它推上来啊，它会暴跌的，这样，它会暴跌的，因为什么呢？它会 issue 一个 private placement 或者 right issue 啊，它会做这个东西，然后那个价钱是少不两角啊。OK，Mcom LB 不要追啊，不要追，它是推上来，它等下要跌回下去的。OK， 它会做一个 right issue 或者 private placement， 然后价钱是。少过两角啊，少过两角的 buy issue 或者少过两角的 buy placement， 因为他不够钱啊，他要筹钱啊那个东西，啊，所以啊你们千万别碰哦这个 Mcom LB， 他如果是 five four 就 five four 就卖了就算了哈，不要再去追啊这个东西。OK， 其实那天我是有早就跟你们讲说，那因 buy 五出消息记得吗？我在拜二是拜三的时候讲到那个银拜五的出消息，所以拜五的时候已经出了啊，但是啊没有什么伤啊，哎呀也不知道这么事啊，我只知道他的出消息吧。OK， Efficient 我没有注意这个公司，好像是单纯硬推的是吧？ Efficient 单纯硬推啊，这种公司啊没有量了突然爆量啊，等下就垮下来了，这个公司不要追这个 Efficient。因为他这种公司啊，是因为某个人推上去的这个公司，然后这种叫冲天炮啊，这种 pattern 冲天炮啊，冲天炮多数第二天就掉下来啊，你看那个放那个冲天炮那些人，冲天炮，你看那些放冲天炮啊，新年的时候放冲天炮啊，那个炮飞上去了就会掉下来吗 ？OK。对，这种冲天炮不要去追哈，冲天炮不要追。OCR 这个公司我没有玩啊 ，OCR 这个公司我没有玩 ，OCR 我不清楚啊，我不清楚，我不能 comment， 不能 comment OCR。哇，第二张底啊，什么事情啊？我是第二张底啊。OCR 做 buy placement 也是第二题啊，我没注意到，我没注意到那个股。啊 ，Dorin 你可以先走个好风景，因为我录下来的东西。好，我先你可以等下再看回我的那个 replay 哈。OK，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羊群效应这东西哈。我们不可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追高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如果追高不一定错啦齁，有时追高是对的，你看你追高 Supermax 7块啊，4块跑到7块，然后7块是追高是对的哦，
对，但是没有错啦，但是我只是说它风险比较高哦。我只是说风险比较高，我并没有说它错。OK，最高的时候对，有时候错，所以也要看你追的是什么股啊。OK，还有不建议新手就本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啊，就算高手也是比较少有啦。所以其实我的户口也是放很少钱的里面吧，因为我要用小笔的那个钱啊去 FIFO 啊，我不要放太多的钱。所以呢，那天我在拜一的时候呢，我有做那个 live trading 啊，就是我 FIFO 那个 Supermax 跟那个 Top Golf 的那个部门，你没有看到那个 video 没有？OK，那个 video 是我真实的 trade record 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当时呢，为什么我会突然间转换那个 Top Golf 跑去 Supermax？因为之前我那个是那个它上了过后呢，我就看它丢下来，我就跟着丢。可是过后我要追回的时候呢，我就没有买 Dongo HA，我换去 Superman HB，OK，然后 Superman HB 又赚更多了，好像子。所以一夜暴富这种情况呢比较少有了哈。所以是拜一跟拜二我赚5位数啊，拜一我赚2万多，拜二我赚1万多，拜三我亏3000多。拜四我赚千多，这样子哈，所以不一定说你的那个你一定要好像一定要包赚这样子的，很少有了，所以可能你买到 SY 你就包赚了哈，可是你记得要丢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要很难去抓到这种还没有涨的股啊，很难去抓到啊，没有想到突然间冲上来啊，有时冲上来的时候你也怕了，因为你怕你买到的是最高点。诶，所以也是有赚过一些股，还赚10多倍的，所以那个需要一段时间，而不是一下子就赚了哦。OK，需要 hold 1年然后还上。所以羊群效应很多很多例子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去看哦。我先讲一下陷阱啊，先讲一下陷阱给你们看哦。因为如果你在学技巧之前，你要先避开那些陷阱，要不然你中到那些陷阱，你就会中到致命伤。所以那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原因而退出股市啊，因为他中到致命伤啊。所以这个股叫 DinnerShare 啊，他以前叫 Dunhill 的公司，它从8、9分涨到16分的时候，就有很多散户注意啊。八九分起到16分的时候，过后呢有那些，因为他起到16分的时候，他就出消息啊。我们看这两个 dashboard 啊，所以当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 DinnerShares 的公司要买了他的公司的14%股份，在31分。OK，那时候那个股价才10多分吧，他却有一个，因为有一个随意啊，买了高价31分去 acquire 这公司的股份，所以就很奇怪，你们觉得吗？这么当时10多分吧，却有一个公司用31分来收购他的股份，所以这个很奇怪啊，你们觉得奇怪没有？哎，哪有人这样笨，用这样高价钱去收购我？OK，第二个 news 就右边那个 news 哦。Share capital reduction 是那个就是一个以前有一个以前我们有 par value 啊，你们知道吗？所以它是 reduce 那个 par value 来弄美你的 accounting 哦。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是亏钱的，一直有 accumulated loss 的。但是如果你做好这个 share capital reduction 之后呢，你的 accumulated loss 不见掉啊，或许还变成那个 retained profit 了，所以这个只是 accounting 的一个方法了哦。还有另外一个是他要筹钱啊，他要 right issue，所以他 right issue 那个 preference shares 呢，他另外去筹钱哦，所以是筹18 million 哦。300 million 乘6分，18 million 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筹款的活动啊。所以有了那几个 good news 之后呢，它就被推上来了哈。但是你要知道，那个 good news 都是用来推啊，那个 good news 就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庄要用来推啊上去的，啊，它就是用那个 good news 来推上去，它用那些有人买高价啊，有人收购啊，还有那个什么 Power 那个。share capital reduction 啊，还有那个 right issue 啊之类的那些消息啊，来推它上去哦。所以它一上去了过后，它上到顶了过后，在一个没有
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就暴跌了，没有预兆啊，他没有说宣布一些坏消息什么这样子，他就直接暴跌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如果你是 technical， 你是学 technical 的话呢，你会看那个十字架那边啊，一个 doji 的顶端，啊，一个 doji 的顶端呢，是一个反转信号。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呢，你丢下来，你就卖掉好了，如果你不卖的话，你就中招了，它垮下来了，它这样子垮下来了，你闪不到了这种，你闪不到了。OK， 我看第二个例子啊。OK， 我们讲一下基本面比较好的公司哈。Dominback 你们知道吗 ？Dominback， 你们有听过这公司吗 ？Dominback 是一个做 packaging 的公司啊。OK， 是做 packaging 公司。OK， 他的顾客有什么呢？他顾客有这样多个了哦。你们看到那个 Milo 啊 ，Nestle 看到没有 ？Milo、Nestle 啊 ，Maggie 啊 ，Vico 啊之类的饮料啊，食品啊。都是他的顾客哦，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PDF。OK， 所以现在那个 PDF 你看吗？所以这个公司就是因为他有那些顾客的关系呢，他被吹捧了那时候，因为他的不只是他的那个管理层，他们说他们管理层好啊，但是。他也是有做一些业绩出来的，就是他的那个 profit 越来越高了他们。所以在2015年跟2016年的时候呢，他的业绩是保持在5-6 million 一个 quarter， 啊 ,5-6 million 一个 quarter， 而且每个 quarter 呢都有出 dividend， 有时是两分，有时出三分，有时是两分半，有时出一分半。所以是当时是一个相当受青睐的一间公司啊，因为很多人就都看到这个公司哦。这公司这样好啊，有dividend，然后股价又慢慢上，所以那时候很多那种基本面投资者呢，他们就很喜欢这公司，他们就去投资这公司的哈。OK， 所以当时候很多人去投资啊，然后它的股价慢慢上哈，然后那时候也是有一些好消息啊，那个Dominback 呢，它有那个 Maybank 的那个 Maybank Research 给一个 buy call 啊，大概派1.05元。OK。就提高他的那个目标价了哈。另外一个是一个假消息啊，为什么说它是假消息呢 ？Of course， 到现在还没有发生那个东西，当然是假了哈，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消息你看下面写着 sources say 啊 ，OK， sources say 它是一个匿名的报道啊，它并没有说那个消息是来自谁啊。这是一个 source C 不知道谁的一个报告啊，可以是讲变化了。所以呢，那报道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日本的买家，他们好像说是那个一个日本的大公司啊，要收购那个主要股东的那个股份，要收购他的20多%股份，然后每股用1块钱来卖给他。OK， 当时有说这个东西的哈。1块钱哦，一股1块钱，所以当时那股价才6-7毛吧，还要卖1块钱啊。OK， 我觉得日本人没有这样笨啊。所以他有了那两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把那股价推上去啊。OK， 把那股价推上去，所以呢，那时候呢，很多那个散户跑去追高啊。但是你看到他吗？如果是 technical 的话呢，你看这边他有一个 triple top。类似 triple top 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啦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如果你是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卖哦，最迟啊，因为这边是 double top 啊，因为它是一个 triple top 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反转信号啊，很强的一个阻力，多数遇到这种东西的话会暴跌的，所以它就3-4次就跌哦。所以这个股呢，其实呢，这个股呢，这里就应该卖了啦。如果你是用 technical 的话，你看 candlestick 的话，这边其实是有很多那种反转信号的 candlestick 啊。OK， 那 candlestick。所以那时候你卖的话呢，你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了哈，因为你不用去等它上回去啊，你等它上回去也是浪费一段时间啊。OK，
所以你不用等它上去，你不用浪费时间，所以你在这边就卖了就算了，或者这边卖了就算了，就赚了就跑了。所以这个公司呢，到最后呢，它的那个收购并没有消息啊，那个，所以这个是骗人的哦，这个消息是骗人的哦。OK， 所以它并没有收购，只是放一个假消息上去的 The Asia 哦。所以 The Asia 出假消息也没小心啊。OK， 所以过后呢，它营业额也是在暴跌啊，本来赚钱的也是变亏去了。你没有注意到那个 revenue 吗？它 revenue 暴跌，本来是5000万的，过后剩3000多万。OK， 5000万变剩3000万哦，所以这个情况可以理解为那时候的那个他的客户啊，可能是不见了几个了啊。OK， 可是不见了几个，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啦，因为他的 revenue 暴跌啊，或者他的订单减少，或者客户跑掉，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说明他的基本面变坏了啊。它基本面变坏了哈 ，OK， 所以我们再继续啊。那除了那间公司之外，还有别间公司啊。我们讲一下 HH Group 哦，你们知道 HH Group 的公司吗？OK， 我们讲这个 HH Group 的公司啊，它是一间卖床褥的公司。哦，你不知道啊，不行，它是一间卖床褥啊，你睡的低了吗那些啊？你看床褥公司，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公司情况如果。OK， 这公司是卖床褥啊，它是用那个椰丝做制成的床褥拿去卖哦。你看它卖多少钱？这样子的一个床褥卖13000呢，看吗？这样子的一个床褥卖13000呢，很贵耶。你看，你买得起吗？这13000的床褥，买得起也是一个问题啊。买了值不值得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哦，全部这样贵啊。这也是一个哦，这11000这个，哎，11900，所以这公司是卖床褥啊。OK， 我们看一下 PDF。OK， 这公司是在2015年上市的时候45分哦，然后过后它突然间暴涨双倍啊，公司从45分起到，它有一段时间跌到3角。然后他又去回9角 ，OK， 最高9角，他有段时间跌到3角，然后起到9角，所以这公司在短短上市过后呢，从最低上到最高有差不多200%哈 ，OK， 为什么他昨天上那么高？为什么昨天上那么高？所以当时还有两个好消息的哦，我们先看一下他业绩啊，他一上市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他那个 result 啊就是这样子，一上市的时候赚290万，他就 post 一个290万的 profit 了哈 ，quarter one， OK， 过后呢，他出来那个 profit 之后呢，出来那个 profit 之后呢，他出 dividend， 所以这公司呢，你看好像看起来很好这样子啊，因为你一上市就给 dividend 5%了，好像那时候那些散户啊，他们就很喜欢，哎，这公司很好，我觉得。哦，一上市就给5%利润这样子，他们觉得这公司很好，他们跑去买了哈。我们不止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看是 quarter two 啊， quarter two 的时候它也是它双倍它 profit 双倍耶，就是它那时候 quarter one 是2.9 million， quarter two 的 profit 是500万耶，所以它的 profit 双倍。过后呢，它出了那个 quarter two 的 profit 之后呢，它又issue 那个 bonus issue， OK， 他 issue 那 bonus issue 就是发红股哦，两利送一利哈，
就是你有200千股就送你100千股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情况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缘故呢，它的股价就飙上去了。加上他有登报纸说他的那个公司要推广去欧洲国家，因为这个船很贵啊，所以只有欧洲人买得起这样子啊，然后又有那个免税出口这样子啊，然后也是说公司要给那个dividend给那个股东，他是真的有给啊，只是给一次吧，过后就没有给了。 OK， 讲偏话了，这个公司他讲要给dividend啊，然后但是他只是给一次吧。 OK， 所以那公司就是开过后就逐年暴跌了，这个这也闪不到，这个除非你是 FIFO 你跑掉了，这个没有一个反转信号，它一出现反转信号已经是暴跌了。所以这个情况呢，你只有用 RSI 啊或者 MFI 来看它的超买情况，如果超买情况你就丢这样子了，你不可以，你看人看的话看不出了，因为你看出的时候已经是暴跌了，你很难在暴跌之前卖掉，除非你用 RSI 或者 MFI 的话，用这两个 indicator 来看。所以呢就这样子哦，一落千丈那些。然后最近公司在今年的时候也是被 suspend， 然后呢老板被抓，老板给警察抓 OK， 所以公司被 suspend 了几个星期了，过后那个老板被抓了，过后呢他们把那个老板踢出去哦，因为被警察抓嘛，已经踢了出去哦，然后呢过后这个公司就重新 resume trading 哦，但是 resume trading 过后也是暴跌了 OK。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这个、公司就本来就有问题了，然后他的老板就是一个贩毒的那个集团的老板，他贩毒然后洗黑钱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造成最近他暴跌的原因哦。他这个 Atom Group 也是现在被 suspended 啊，这个公司他也是这个老板哦，他也是有另外一间公司叫 Atom Group 啊，他哦，这个公司也是被 suspended 到现在耶，还没有开。所以这个公司我们要避免的哈，每次用那种你用头脑想一下哈，一个卖床褥的公司能赚那么多钱没？不可能吗？卖床褥可以赚那么多钱啊？我不信耶，我真的是不信耶。OK， 好，我们讲2015年，所以不是最近啊，这是2015年啊。我看一下当时什么情况哦，所以讲来说你们就比较兴奋了，因为最近炒上来哦。所以我要讲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啊，当时也是这样子炒上来的，但是他当时炒比较凶啊。所以当时在2015年呢，这公司从一脚炒到七脚，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候那公司他说他进军印尼市场啊，他要把那个业务带到印尼去，然后增加他的那个业务群啊，那个用户群，因为他是一个电信公司，他是靠他的用户群来赚钱的。如果他用户群越多的话呢，他 revenue 就越多哈。OK， 他 revenue 就越多，所以他们要炒消息那时候，所以那时候就这样子哈，他就出一个这样子啊，提哥说进军印尼市场，这是2017年报道啊，2015年也是有一个报道，但是我找不到。OK， 所以。当时也是有讲说2015年说也是有讲说要进军印尼市场，所以当时也是有这样的消息的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这个哦，你看这个人叫名字啊，李宗昏啊，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李宗蔚哥哥。 OK， 人家想说这么这个李宗蔚的哥哥会跑去买20 million 票啊，在2015年的时候买20 million 票，然后他超过5%，然后他变成一个 substantial shareholder， 超过5%那时候，然后呢，这样因为他做了这个，他买了这个股之后，他就要 publish 说他是一个 substantial shareholder， OK， 然后呢就
很多人去追哦。人家想说为什么这个李宗辉跑去买这个公司，人家知道哦，原来李宗辉是跟他老板很熟，他老板李宗辉是那个SOS 代言人 ，OK， 所以那时候就有炒这个课题哈，就说哦，李宗辉通过他哥哥来进军这个 SOS 的股哈，所以当时也是有这样子的谣传啦、啊。但是有这样子的谣传，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那股价暴涨哦，从一角炒到七角啊，暴涨。OK， 还有一些 blogger 啊、导师这样子吹啊，这样子跑，这样多人去追了哈、哦。但是呢，这个公司呢，它突然间哦就暴跌了这边，它做一个 double top 啊这边，如果你看，其实一个 double top 哎 ，OK， 如果你是第一个风你没有跑到的话，你这个风就要跑，第二个风就要卖，要不然你就会中招人，从哪里上去从哪里下，所以这个公司很可怕这种公司 ，OK， 所以当时是比较够力一点啊，当时比现在还够力啊，因为当时是从一脚炒到七脚啊 ，OK， 然后过呢。它暴跌了过后啊，它从七角跌到三角哦，七角跌到三角过后呢，它才宣布说，那个李宗辉卖掉他的股份。它从七角跌到三角来讲呢，double top 为什么会跌啊？其实 double top 是一个很强的 technical indicator 啊，就是。双峰，就说他两次遇到同样一个阻力，他都破不了，他多数会跌了哈。OK， double top triple top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立刻跑啊，我甘愿少赚也要立刻跑。OK， 所以 double top 的情况，你看这个 double top， 其实第一个风就应该跑了，不要等到第二个风了。第一个，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这边卖掉哦，我不要等到这边卖啊。它有时有些股啊，它只是一个风暴，它只有一个风暴，它没有 double top 哎，这样子它根本是做不到 double top， 它就已经倒啊。OK， 所以你不可以 expect 说每个股都会来 double top 哦，未必的哦。有些股一个风就已经倒了，一个风暴一个风暴就倒了。那你不可以 expect 说每次都有 double top 啊，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会卖啊，如果是我的话。OK， 这个 pump 的话，你们去看一下这个 pump。这个 pump 呢，其实我简单讲一下这个 pump 哦。这公司呢是一个IT 公司啊，它也是从一角炒到35分啊。OK， 他怎样炒呢？他通过很多那种好消息啊，你们要知道炒股都是用那种好消息啊，那种似是而非的好消息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当时他出什么好消息啊。我当时那个爸说要买这个 BigJobber， 可是你看来看去啊，他的收购其实很奇怪耶，他收购差不多用了200 million 呢。BigJobber 是一个广告公司哎，啊，那种 graphic 的那种广告啊，所以。他用一个200 million 价钱去收购一个广告公司，你们觉得值得吗？我是觉得不值得啦。OK， 现在人家都没有看你的广告啊，电视机广告没有人看了啊，那全部看 YouTube 啊，那种 YouTube 你听歌听到一半然后跑出去广告样子，所以这种收购这 BigJobber 是一个失败投资啊，用这样高的价钱去收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公司很不值得、哦。Okay， 第二个、啊、是收购 Eleven Street 啊，你们如果是在几年前你们网购的话，你们会听到这个公司叫 Eleven Street 的公司。OK， 它是一个专门做那种网卖啊，就是好像现在的 Shopee 这样子的哈。所以当时他们叫 Eleven Street 的公司，然后现在它被收购了叫 Presto Mall， 你们应该听过 Presto Mall 吧？他换名字叫 Presto Mall，
Bestomo 就是连续了，他收购了幻明智宝 ，OK， 他收购了幻明智，所以他用多少钱收购呢？375 million。你要收购一个网购平台，你用375 million 来收购，又是一个大笔的开销啊！这个开销有没有回报呢？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了哈。我们看一下他的业绩啊。我看一下业绩啊 ，Park 的业绩，所以他用这么多钱去收购啊，他业绩怎样呢？他业绩还是一样烂哦。你看，如果你收购成功了之后呢，你的公司的 profit 里面都多了多少啊？只是多一个1 million 这样子哦。你亏损就亏很多，非常不值得这个收购 ，OK， 非常不值得这收购。所以过后他收购了过后，你看他上涨过后就暴跌了，这根本是一个炒作哎。所以那种好消息的公司我们要很小心啊，那种太多好消息公司啊，那都是推上去就是为了帮美刀嘛 ，OK。OK， 我们现在讲一下止损啊，因为不管你投资什么啊，你的风险管理也非常重要啊。有健康的风险管理，你会把那个 risk reward ratio 拉高，所以 reward 高 risk 低啊。所以最好买的一个点就是比较难亏钱的价位哈、啊。都是我是买在少波的、啊、这样子的位置啊，所以我就比较难亏钱的时候。但是我有时候追高的话，如果追高的话，我会砍的哈。我现在考虑啊。拜三的时候，那可能从啊它跌到21分两脚的时候，然后反弹到215，我买215啊，但是它过后好像不能上这样子啊，一直丢丢丢丢，所以我就把那个票全部丢205啊，我亏1000块这样子，所以我是止损，然后我做了止损，你看如果我没有干那个可能的话，我是亏多少钱了 ？OK， 当时我是干在我买215。拜三的时候买215，然后干在205，这里哈、哦，我在那边我买215，然后我在这边啊，这边的啊 ，OK， 我买215，可是我干在205，我觉得好像不到最近我就干掉好了啊，所以过后呢就暴跌了，一开始暴跌了，所以幸好我干掉它，要不然我中招哦。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风险管理啊，就是不管你买什么都好啊，我们都要做好一个风险管理，不是说我们买什么都会赚的，不是啊，好像我这样子哦，我不是全部股都赚的哦，我不是全部股都赚，我是大多数赚吧 ，OK， 然后赚的股就赚很多，赚的股就赚很多，亏的股就亏少少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做到就是止损是非常重要的哈、哦。不要把那亏损拉大哦，这样子会很伤啊。OK， 所以宁愿不赚钱也不要亏钱哦。所以我们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在 Sapura 这公司吗？2018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呢是一个中午啊，不是晚上啊。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呢，在中午的时候在准备的时候呢，那个。Sapura 突然间宣布说 right issue 啊 ，propose right issue 啊，所以2:30过后就是 gap down 啊，插起来，跟大致 ，OK， 当时在中午时候啊，这是中午时候宣布的这个，中午啊不是晚上啊，所以你是来不及跑啊，如果你是当天 five four， 然后你留到下午的话，你是来不及跑哦，所以你看我 five four 都是。很快就卖了、哦，你看很快啊，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几分钟我就卖了，我没有等到这么久了。所以然后这个股是一个早上还没有事情发生，然后突然间中午就宣布一个 proposed right issue， 然后过后就暴跌了。他要筹多少钱呢？4 billion，OK。然后你看一下 the H 讲什么啊 ？The H。
当时他就讲说，哦，这公司是 purpose issue， 他就是为了减少他的债务啊，他就是为了拿那个 issue 的钱去还债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暴跌的原因啊、哦，他根本就是拿那个 issue 来还债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原因他暴跌了 ，OK。所以我们要怎样预防这种公司呢？所以那个公司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公司的 financial 怎样。所以这公司你就知道这 Sapura 跟 Berisai 是兄弟姐妹的 OK Sapura 跟 Berisai 兄弟姐妹啊，还有那个什么 KMM 是之类的公司，他们都是债务很高的公司的，他们只要有一天啊，那个债主追上门啊，或者不够钱还债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做这种 right issue 啊，或者 private placement 来筹钱啊，所以这种公司都很风险的、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公司债务很高的话，你最好不要买量大，还是尽量不要买啊，或者买啊不要 hold 量久。好，因为他随时随地会突然宣布 right issue 啊，你就中招啊，这样子，那就暴跌哦。所以那 Mcom 你们不要买啊 ，Mcom LB avoid 啊 ，Mcom LB， 因为他会。LB 他会宣布那个 5% 或者 right issue 啊 OK 他会宣布这个不懂几时宣布啊 OK 他会宣布这个 5% 或者 right issue， 所以你们不要去追高这个 Mcom 啊，等下中招的时候啊，你中招的时候我不知道啊，他会跌得很低啊 OK， 所以我不要去追这个 Mcom 啊。所以你看我平时也是做一些止损的，这个止损好像我买在43分半，可是它破了43分我就干43分了，这样子亏700块，这样子亏700块啊 OK， 所以我一做一个 B 的止损哦，亏700块同一天啊，这种是如果你不干的话你后面浪费时间了，可以慢慢跌没有意思嘛，这样子，所以我就感觉好了。所以另外一间公司 Barbes 的 Warren， 所以我当时我是抄底啊，我是买这个 Candlestick 那边，我买39分，但是呢38分半它 support 破了，我就干38分咯，38分半咯 OK， 所以是亏一个 B 啦，亏一个 B， 一个 B 大概是260块的，好，这样买水钱300块样子的，所以我这个干了我就不要玩了、哦、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cut loss， 你看过后就卸下来了，那虽然这段时间有一个反弹啦，但是我没有去管它有没有这个反弹啦，因为我没有管它这时候有没有这个反弹，所以当时我就干掉它了，我亏一个币了、哦、所以这个是抄底啊，这个抄底也是不是很成功啊，抄不到底，然后就反弹，然后就在干了过要反弹一点点，然后拿下来，所以这个抄底这个动作不对啊，这个我抄不到最低，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抄底啊，这个所以讲买这个止盈啊，今天 take profit， 所以止盈就是说你的股啊站在一个目标价的时候你就会 take profit 套现了 OK， 所以最好是那个股价反转之前卖掉你的股哈、哦，心态不要太执着，就说你卖了的股不代表你买不回，所以有时候有些对有时候错了，有些股啊它上了它就一去不回头也是有啊，你看那个米啊那些灯搭那些上了不回头啊，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买别的股啊没办法哦，所以如果止盈的话最好是分批卖啊，不要一次卖完分批卖，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去到最高多少钱，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好像手套股它能需要 多高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所以投行是给那些 DB 的，但是那些 DB 不要相信哈、哦、Banda 不要去追了，这个我们找一些 低价股买比较好，我不想追高啊，我不想追高，你要追的你去追哦，我不想追高，你看上次我们买那 FHL 就追高中招了，
JCY 也不要追了啦，那个庄我 JCY 有些东西不会跟你讲啊， OK JCY 不要追了。所以这些股呢 Defast 我没有看这个股是 Defast， 发现 Defast 啊，没有看到公司，这公司好像这边很紧张。哎，发射公司在这个价位很久哎，好像要33哎，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代发，可以注意啊这个，可以注意啊这个公司，它这边保持了很久哎，可以注意啊这个公司，我觉得三角以下可以买啊 ，OK。啊没有啊，不三角以下，四角以下。哎，发啥？四角以下可以买一点点。哎，所以这个公司你要等哦，等到3号，等到3号这个，因为他在那边拼跑了很久啊，这个公司有机会上了这个公司。哎，有机会上了这个公司。JCY 上太快了，那个股我觉得不要追了，不要追了这个公司，不要追了。OK， 我不要追了这个公司。哎，就是在这边停很久哦，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一点点的这个，可以买在15分以下就更好啊。OK。买了15分或者15分左右啊，这公司好像要在平跑这啊，这种公司会比较好，因为你看啊，它平跑这的话啊，它上的机会比较大了，它上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它平跑这，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这公司哦，也是可以考虑啊，这个 Agents 可以考虑，它在平跑这，所以我不要先买这种股啊，它平跑这那种股，我不要选这种股。Revenue 不要追啊 ，Revenue 不要追啊，这个东西，这种事我不要追啊，这个不要追啊。OK， 我们现在讲的止盈哈，就是 take profit 哈，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分批卖啊，我们不可以，我们不一定说当时候卖完了，我们可以分批卖哦。就像你先卖一批那边，你卖另外一批再往上更高级卖另外一批这样子，可以分批卖哈、哦。所以当时我是有买这个阿玛达啦，但是它是一个一天的 FIFO 了哦，是今天买，拜五买，拜一卖哈、哦、这个。所以我是抓那个 selling climax 啊 ，OK， 然后它底部反弹我就抓这个东西哦，当时候。所以当时候讲买到这种公司呢，因为当时候呢它从高价跌下来，从那个一块钱跌到剩15分了、啊、一年的时间从一块钱跌到15分，然后呢过后就反弹了哈，这边所以我是抓到16分了、啊、买16分然后卖18分半 OK， 买16分然后卖18分半，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也是有 FIFO 的 OK， 我 FIFO 这样一天就赚了，我一个一天赚5000了，这样子一天赚了5000啊，拜五买拜一卖要这样子，这样5000啊。第二个是 Mastil 啊， Mastil 是做那个跟那个东铁有关的，那时候跟做那个东铁啊，所以我是买在49分半然后卖53，我是买这边然后卖这边的哈，然后我卖的时候它还没有是那个 shooting star， 我卖的时候它还是一个 candlestick 啊，一个青色 candlestick 啊，所以我就看它起到太高我就卖掉好了哈，所以我就赚了4000在那边，所以我是这样子哦，买49分半然后卖53，然后又买回53就卖回53分半，偷多一个币到这个，所以你们功夫如果不到家的话不要做这种东西哦，你看如果一步最近它跌下来了，我看你抓那个点抓不对的话啊，你就很容易中招啊，
你看如果我买了53啦，如果我没有卖到53.5的话啦，你看后面我变亏去了。啊，我没有卖后，没有卖的话我变亏去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很小心哈。所以如果你们是没有看盘的话，我觉得你卖掉就算了，不要再买多一次又卖多一次这样子，容易中招哦。OK， 所以这个情况是一个阴灵烧哦，然后过去包皮哦。过有上回了，过有上回是因为那时候那个顿达因被派去中国去谈判那个东铁价钱了。OK， 所以上回就阴灵。可是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这是3月7号出的消息，然后3月8号我买了 ，OK， 3月8号我买，3月7号出消息，3月8号我买，然后11号卖掉哈，这是8月5跟8月1啊，这个11号卖掉哈 ，OK， Velastore 这公司呢，只是一个。FIFO 吧，这个，因为它破新高那边，如果你看图的话，当时是破新高那边，啊，这破新高，我看到它破新高的图呢，我就买了，然后买28分，然后过后呢，开，这是11号啊，11号买，所以就是我卖了这个 Mastio， 我卖了这个 Mastio 11号嘛，对不对？我就买这个 Resto 到11号，同一天的，啊，早上卖掉那个 Mastio。下午买这个买的时候哈，所以这个情况呢，买28分，然后卖305，所以一天就赚了一天赚了一个4000啊，5000啊，5000 ，OK， 赚一个5000块。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说明这个情况也是有点运气的，因为他当时那个油价上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在美国啊。美国时间的时候，那个油价在上啊，啊，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带动了那个油价，然后很多油股的上，然后它也是跟着上哈，所以就赚了这个钱哦。然后讲一个比较快的 FIFO 啊 ，Normite 你们知道吗 ？Normite 是当时一个它是一个。挖那个石矿的公司啊 ，OK， 那时候呢，他是说还要卖他的子公司给三威了，所以你看一下这个 news， 这不是 news 啊，这个是 blogger 写的这个东西，但是他是写，因为那个不是要宣布了说，都卖要卖他子公司卖给三威，那个价值是125 million， 啊，所以当时有讲到这东西，但是 blogger 讲一些误导性的东西，你看。他讲当时的现油去284年，哦，那个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他就是拿那个125 million除以 number of share， 就算得出44分 per share， 这样子他是要骗我们说那个股价会上40多分啊 ，OK， 他这样子讲啊，但是其实是错误的这个东西，因为那公司其实债务蛮高的公司。如果你是卖掉那个子公司的话，你是拿还债吧，你不是拿去变你的公司 asset 的哦，你是拿还债吧。然后他就说这个专门厂给包的这样子上，这个根本是要骗人的居高的 ，OK， 根本是要骗人的居高的，很明显是他收购平民票然后宣布的东西，所以看掉上去掉下来了哈。所以我当时我做一个 FIFO 26秒啊，买205卖235，36秒啊，26秒，所以这是一个很快的 FIFO， 所以一定要看盘的，这个公司一定要看盘的，26秒，哎，26秒赚了1000多块，哎，1700啊，1500块 ，OK， 26秒赚了1500块的这个公司，所以这个公司要很快跑一样，你看这个公司现在剩多少钱了？就剩一角钱吧，哎，
所以这种东西你要很小心哦。所以每次都 fight for 了的，就跑了哈、哦、，fight for 了就跑了先。OK。啊，等一下先啊，等一下先，我要发那个链接。OK， 其实这个今天我们教到七点啊，教到九点半天 ，OK。然后我要讲一些东西啊，等一下先啊。OK， 所以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的话，你们先问哈。你可以写下来问我先，你要问什么东西的话。云顶呢，我觉得你要买的话呢，有两个云顶，你要买哪一个？赌场呢都是会裁员的，因为你看那个，如果是跟丁伯的话，它是赌场哦，你是跟丁伯，它是母公司啊，所以跟丁伯的话呢，它是赌场，然后你看那个新加坡那个有两间赌场要裁员啊，所以一间是那个 Sands 那个梅达贝 Sands 的。一个是那个什么多少的人民新加坡、啊、他们在裁员 ，OK， 所以你看裁员情况就可以说明他生意很差了 ，OK， 你可以说他生意很差了，因为很裁员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要买你可以买哦，我觉得是。你是打赌他能不能赚更多吧？是不是？他比较难赚两个公司，因为他赌场就很少人进去啊，他赌场很少人去赌钱啊先。然后如果是跟定新加坡的话哦，他如果去赌钱的话，你要给钱呢，你要给那个300块，好像300块新币啊。这个 FIFO 跟那个 accounting 的 FIFO 是不一样哦。什么 first in first out 啦 ，first 不是啊，那个我们是快进快出哎 ，first in first out 哎，我们不是那 accounting 的 last first in first out last in first out 不是啊，没、okay, 我们是那个快出啊， okay, 不一样啊，不一样灯来的。OK， 这个是当时。你们看我的 screen 没有？看那个 order status 没有？看吗？你们看那 order status 吗？这是当时我 FIFO 那个 Top Golf 跟那 Superman HA 的那个 order status 啊、哦。所以我的钱，我的那个户口的钱才二十多千吧。我跟你讲，我户口的钱才二十多千吧，我这样子 FIFO 一下子啊，双倍去了。OK， double 去。所以我的 percentage gain 是180%哦，接近180%。三只股啊 ，I Dimension、Top Golf HA 跟 Superman HP 啊，三只股一起，好、哦，是180%哦，它 profit 是180%哦。因为 I Dimension 我是买在五分半的嘛，五分还是五分半我忘记了 ，OK， 然后那个赚点就卖个六分，然后过后我就看到这个 Top Golf。的情况，我就买进 Top Golf 哦。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要买进 Top Golf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当时我那个 Live Trading 那天我讲说为什么我要买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时候。所以其实我简单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买这个 Top Golf HA 跟 Superman HP 啊。我知道它是不活人，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股啊，它已经换装了，这个公司，它换装了，就说他本来是那个 Maybank 是 issuer 对不对？可是他的票已经给那个庄次完了，
啊，他那个 Maybank 就 sold out 了他的票，所以那个 Top Golf HA 跟 Summit HB 两个涨，可是那个母股也是涨哦。你们那时候觉得奇怪吗？对不对？为什么不无人是不无人 supposed to be 跌的吗？但是他却涨哦。其实是因为那个庄已经吃完那个 Maybank 票，然后他推上去了，来 distribute 啊，就推上去，然后散货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个收票的情况，我就跟着买进嘛，就这样简单了。我看到收票那个情况，我就跟着买进，所以我就这样子 five four 哈。所以看我本钱很低吧，看没有。所以 in between 我就买那个 Doggo HA 的，可是过后呢，因为我被洗出去了，我买八分半，然后被九分半被洗出去了，然后我就换去 Supermax， 因为 Supermax 比较快啊，所以就买那个 Supermax 哈，所以还有 Supermax 又赚了更多这样子哦。可是我并没有买到最高，因为最高起要三角啊，并没有买到最高啊。这样子 five four 一下子赚十，这样子一天赚二十千啊，一天吧这样子，你早上到下午看着电脑这样子按那几下就赚几万块啊。所以这个是真实的 trading 啊，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我 video 啊，那个13号那个 video。OK， 你可以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看哦，这个。OK， 我们看别的东西啊。刚有人问我什么啊 ？CMB 啊？CMB， 这个公司呢，你要买是没有错的，因为它是在低价啊。你要买 CMB 没有错，你也可以是考虑啊，你也可以考虑买 CMB 的哈。我觉得是一个低价的先，你可以考虑买进了先，啊，但是你不要 all in 啊哈，你可以分批买一批先哈，就说好像你有100千的话，那先你先买一个10千、20千这样子先哦，你看这些，因为现在是蛮低一下嘛，所以也不知道，也下个月是那个业绩啊，对不对？看一下那个业绩啊，看先的业绩。几时出啊？应该是八月初啊，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八月初啊，下个月出业绩哈，所以可能他的业绩不会好啊。你看业绩又掉很多人，从一比零一个瓜德生效一般去，他的profit掉很多哎。所以我觉得你要买是可以，但是你不要 all in 啊，你等他那个八月业绩出啊，可能他可能他的业绩比较差，你才买哦。我觉得说你要买的话呢，你要等他八月业绩出比较好啊。OK， 不要这样急啊，不要 all in 啊哈。我觉得你要等到八月比较出钱，因为你看他的 profit 也少哎，他 profit 也少，可能八月那个。可能八月那个可能更差呢，啊，对，很多那个 loan 都是 under monitoring，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是没有赚到利息的，他没有赚到那个利息的钱啊，那些 installment 的钱啊，所以他的那个下个月绩应该没有这样好了哈，所以你要是买是可以，可是我觉得你是要等那个业绩出啊，等业绩出钱。EG 跟那个 MCOM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哎，反正 MCOM 都要跌吗？你还买 EG 啊？因为 MCOM 它底下还出那个 right issue 或者 buy basement 吗 ？OK， 还出那个少过两角钱的 buy basement 跟 right issue， 所以它 MCOM 都要跌吗？你还买那个 EG？ 我知道你有可能赚到钱，但是我不要 take 这个 risk。你有可能买 EG 你赚到钱，但是我不要 take 那个风险。我不要冒这个风险哦，所以该有人 MLS 啊，该有人问两次啊 ，MLS 对不对？这股我觉得可以买进哦，这股，它下面做那个交叉，这红，少个地交叉，所以你这个股可以考虑啊，这
MS 可以考虑，但是呢是短期吧，这个股 MS 是短期吧，你不可以长期的，这个不长期的，好像你现在买啊，它 above 三角你就要丢了，这个 OK above 三角你要丢了。Dash 啊 ，Dash 我不清楚啊，这公司，我不清楚这公司哎，它可以这样子一段时间很久哎，你看昨天仙股乱跳的时候它都没有上到，你看昨天这么多仙股上它没有上到 ，Dash 这公司我不知道哎，你要买的话你可以买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哎，我不知道等多久才上哎，我不知道，所以你要买的话你自己买哦，因为我不喜欢等这样久啊。因为我是玩快的，我不要玩那么久啊。Velasco 的那个债务很高 ，Velasco 债务很高，所以你不要买那个 Velasco 比较好，因为 Velasco 跟那个 Berisai 啊，那个 Sakura 是同一类啊。它债务很高的，现在突然间出一个 right issue 怎么办？你现在突然间出一个 right issue 呢？然后他讲没有钱啊，我要还债啊，我要还那个美金债券啊。然后他可以跟你做那个 right issue 的话，你要 subscribe 没有？得出一个一角钱的那一出，你要 subscribe 没有 ？AD 我觉得买够了，不要再加码了，因为 ADR 我已经是买很多了，所以我不要加码，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有最近有一些别的股可以 fire for 啊，所以我不要用那完全部资金再扎这一只股啊。OK，AD 我是已经有900千股，我现在剩下900千股，而且卖了一点点，我还有900千股。我要900千股，我成本是8分，所以现在有 paper loss 好，所以现在有 paper loss。那个AD receive US order 那假 news 哎，你看那个 website 就知道假的 ，OK？ 他 website 是假的 ，website 哎，那个 blogger 用那个假 website 写的，所以那个 AD receive US order 那个假 news 哎，所以 AD 你们不要加码了，你们。你们 hold 在你手上就可以了，等它删哦，因为我不知道它要拖到几久啊，这个东西。Subdynamic 啊，这股很多人看好它哎，它在平跑这啊，我觉得这公司可以考虑啊，因为它平跑这很久啊，但是可能你需要一点耐心哦，这Subdynamic你需要耐心，因为它是一个平跑啊，它在平跑阶段啊。好、哦、它平跑阶段你要买是可以，但是你要很有耐心哦，你要很有耐心。还有问什么啊，我 miss 掉你们的东西吗？我手上就只有 AD 跟星河吧，好吧，我星河有出来波西去啊，星河我买星河，但是我买二五啊，买二五，星河有出那个 news 啊，说还要出那个 bonus issue 啊，我拿 bonus issue，OK，、okay, 我看一下星河的消息啊，在星河当时候我是有买，可是你看他那天有出那消息，16号的时候 ，OK， 16号的时候，你看他有出那个星河要出那个 bond issue 啊，那个 warrant 的 bond issue， 对、okay ，所以两利送一利好 ，purpose issuance of 这个 warrant every two ordinary share， one warrant for every two ordinary share， 就是说你有两个 warrant， 你有两个母股，你送一个 warrant 好，这个。Shell 的缅甸这个是老板的那种东西，不要管它。然后名字叫 MG 哈、哦，所以这个星河是因为它是要换老板。星河你可以买哦，你可以买多一点风景，因为它在平跑期的，星河可以买。然后你要拿 bonus issue， 然后他又换名字啊，他换名字，他换，因为他换老板啊，他把那个中国人踢出去了，然后这个老板就加码了。看一下 news 啊。诶，这17号你说这老板要加码还没有，
这个恩明令啊，他去买那个公司股份啊，多少钱啊？那边17名人票啊，多少名人啊？我看一下多少名人啊，蛮多算了，十多名人票啊，蛮多算了，十多名人票，所以老板在买这个票哈。Acquire 哈，他虽然买比较便宜的，但是我最重要是他买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老板他们场外交易的话呢，他们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哦，好像 A 跟 B 买卖，然后可是他买的价钱比较低这样子咯，可以这样子的，他是场外交易的，所以可以考这个星河，我有票啦，哦，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因为他有送那个涡轮的。你送那个我来是要换名字，因为他是一个变相的收购啊，就是说他的那个中国人老板就退出了，然后给大马来西亚老板 take over， 他是你 internally 换老板啊。 OK， 你可以考虑这个公司，可以考虑 AD 买那个 program 那个东西，我们就看他接下来有什么宣布的好，那个所以那个我不能讲什么，因为他收购到一半，然后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所以 AT 那个我们要继续跟进啊，这个我不知道他会成功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成功啊。好，星河我觉得可以 hold 一两个月 OK， 星河 hold 一两个月，OK， 现在到九点了，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哈。你们要问什么股的话，你可以在 WhatsApp 里问我了哈。OK， 我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然后我会把这个 video 录下来。如果你们要再听多一次的话呢，你们可以去YouTube 那边，我等下 upload 上来哈。这样子你们可以再复习啊。OK， 所以等下我今天 upload 上来哦。今天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Happy weekend 啊！OK， 就到这边为止啊，谢谢。